来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南无恩师卢俊宏师父。师父你辛苦了啊！我们的业由我们自己背，不让师父背。你先生啊？嗯、啊，这是你先生啊？是是的。我师父是这样子，我这个票是其他的师兄抽上的号啊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他送给我，我想先替他问一个问题。讲吧。她是63年的女性，属兔的，刚刚搬了家，就问问她家里有没有要经者，或者是要注意什么问题。什么女性啊？啊，是个女的。你现在帮这个人先问是不啦？啊，我先帮她问，我要感恩她，因为是她给了我机会。几几年属什么的啦？63年属兔的。她想问什么啦？她是刚搬的新家。问问他家里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，或者家里有没有灵性。还好了，现在搬的家比过去好，窗户很多，很亮，佛台他放在当中，客厅的当中，啊，蛮好的，有观地菩萨来过，还有斗战胜佛来过。感恩师父，感恩师父。好了。下来这个我想给我爱人看一下，他也是63年属兔的，看看他的身体，他是脑淤血偏瘫。你要叫他好好的忏悔。嗯。好好忏悔，听懂吗？听懂。台长讲话你应该心里都明白，你这个人啊，桃花盛开啊。女人太多呀，听得懂了吗？听得懂。好好忏悔了。好的，是的。你的腰椎啊不好，腰啊不好。好，谢谢师父。是的，鼓掌。麻烦了，不好意思啊。麻烦了，台长的法身到他那儿了。他成天看着师父的照片，成天就是说想师父，看着师父都哭呀。刚才看着师父急的，就在下边哭。别说，我就给他，我就在那求的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真的非常灵。我就在那跟他当时许了个愿，就是说要现身说法，等他好了以后现身说法，然后去弘法度人，一定要去告诉身边所有，我们小区有很多像他这样的病，还有他刚才许愿几年放，1万条鱼，1000张小房子。他自己好好忏悔，病就很快就会好了，多泡泡脚，好吧？好，他没有什么大病，他主要是精神上的，他的神经系统啊堵塞得很厉害。过去呢吃鸡蛋黄吃的太多，还有吃活的海鲜太多，还有嘛就是开心起来谁都想不到，哎呀，美酒加咖啡啊，一杯又一杯啊。听得懂吗？你看看你现在身体不好了，还是你老婆来帮你呀、啊、你的几个女朋友都到哪去啦？呵呵，现在轮到我叫了，鼓掌。是的，鼓掌。听得懂了吧？听得懂啊。师父，那给他要念多少张，还需要多少张小房子？小房子给他念74张。74张啊。你叫他要锻炼啊，他而且呢他的手啊要不停的锻炼，他主要是左面的不好啊。是的。他左手现在动不了，左脚左手。什么叫动不了啊？可以动的，就是举不高。
啊，是是，就到这里为止了。是的，是的。你别动啊！你现在台长帮你治啊，因为你刚刚让台长很开心，所以我也让你开心一下。感恩师父。好的，好的，先行，先鼓掌，后欣赏。谢谢师父。好啦，你现在。你看，你先给大家看你现在最高能到什么地方。好，到这里大家看到了吗？我待会儿叫他上去啊。现在到这里大家看到了啊。好，你现在把眼睛闭上。好，好，热了吧？我这都热了。热了，哎，媳妇儿，他咋热了呢？该是。你的意思就是说，该热的没热，不该热的热了。热了，都热了，都热了吧？好，现在听台长的话，一点点往上，好吧？左手来，一，好，放下来，放下来，再来，一，再放下来，高了，看见吗？再放上来，好。再来啊，再上去，好，再上去的，一，实在是高，感恩师父。再来一次，一二三，好，手这样行吗？手这样，手掌这么动，手掌，这个手掌动，好，再高一点啊，一二三，看见了吗？跟刚才看见了吗？对，高了，高了，确实高了。酸一点，每天练。台长告诉你，三个半月，我保你可以抬到这里。感恩师父。谢谢，感恩师父。你能答应我一件事情吗？能。老实一点。好的，老实，我就是个老实人。所以人家说过一句话，这个男人不坏，女人不爱。原来你老婆就是这么爱你的。我坏，她更不爱。你好好的努力了，少接触各种各样的女性，明白吗？你的命根当中有很多女人来还你债的，其实你老婆都知道，还认识她们，只是你老婆不讲。你老婆很老实的，那么现在呢，轮到你老实了，你也好好老实，因为你再不老实，你就躺在床上爬不起来了，我也不救你了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谢谢师父。你丹参片吃了没有啊？丹参片。丹参片没有。丹参片没吃。赶快吃。半年，念经放生许愿，加上丹参片。你下一次来的时候，轮椅都不要坐了。好，好的。师父，那给他放生多少条鱼？啊？给他放生多少条鱼？前边放。他放的多，五千。五千。五千四百条。五千四百条。好吧。嗯，好。人蛮好的，他就是嘴巴会花，哎呦，花女人。嘿嘿，老实一点呐，听得懂了吗？听得懂。还好你老婆念经啊，否则你会更糟糕啊。想一想了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多锻炼，手要多动，明白了吗？啊、哦，是的，好不好啊？师父，我想问一下，我娃名字可以吗？什么？给我娃问一个名字。你的娃？嗯。娃是什么？我孩子。我女儿。坏得够呛，这个老婆被他骗的嘞，忽悠的嘞，什么都搞不清楚了。女儿选个名字是吧？我女儿是，我听别的师兄说，就说我女儿从小就是，
很不顺，碰到任何问题他都最关键的时候就会出问题，比如说马上去比赛了就会出现骨折，马上考试了准考证丢了，所以就是出现。他几几年属什么的啦？97年属牛。牛。小时啊，身上有个小孩。啊，那是个我的。你掉过孩子的？啊，是。感恩师兄，感恩师父，说错了。赶快把它念掉，这个小孩子，因为在你打掉的时候，掉的时候已经有点大了，灵性，整个的灵魂都进去了。哦，明白了吗？好，多少张小房子？86。86。好好念。嗯。明白了吗？好，给他放生多少条鱼？要命了。这个孩子好像打得蛮早的嘛，你跟他，啊，好像打胎打得蛮早的，听得懂我意思吗？我明白。可能还没有结婚。鼓掌。好好的把它念掉，86张小房子。就没事了，你这个孩子以后这个女儿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女儿非常的好，而且很乖，很听话，是的，很孝顺你们两个。是，你们两个一吵架，她就劝架。对，是的，是的，很懂事情。是，拍手。师父，那就是说不用给她换名字了，是吧？啊，不用改名字啊。不要。他叫什么名字啦？文刀刘，一横的一，红彤彤的彤。刘一彤啊？嗯，对。我是听有的师兄说。几年？97年，属牛。现在几岁啊？现在20，不到21，还没到他生日。挺乖的，没问题。25岁再给他换吧。好的。因为他这个命，这个陈一彤的名字，一直到25岁之前都很顺，结了婚之后，他的运程会转变。所以如果要改名字的话，结婚之后，因为夫妻合八字之后，命运会改变，所以25岁之后再给他，根据他以后的老公名字再改。哦，我现在看他25岁才会有真正的婚姻，现在都是假的，没有一个真的。嗯，而且他曾经有一个男孩子追求他，被他爸爸一声令下就赶走了啊。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你好好努力了。那个，我师父，我还想问问我家的佛台。你几几年属什么的？我是70年，属狗。哦，家都蛮漂亮的吧？哎呦，佛台也蛮好啊。感恩师父。蛮大。感恩师父。啊，离门不远，大门进来，偏右的。我在客厅，在。啊，客厅的右面嘛。在卧室，对对，卧室里边，对。啊。家里还蛮大的，弄得比较乱，走道上东西太多，理一理，明白了吗？嗯，没什么大问题，好不好？好，好了，明年你老公可以走过来，站起来跟我讲话了。好的，谢谢师父，师父辛苦了。我都想跟你跪下讲话。不要不要不要，好好努力啊，好吧，好好努力。很容易的，他这个病很容易的，多吃丹参片，好吧？好，